与你端午节，在香港呢，端午节的时候呢，很多区都会有这个龙舟竞渡。今天呢，我就带大家来看看这个香港仔的龙舟竞渡。相传呢，龙舟活动呢，就是因为纪念这个爱国诗人屈原而举行的。但其实早在于屈原投江之前呢，已经有这个传统的活动的了。因为古时的人呢，对海龙王呢有敬畏的心，他们希望可以通过这个传统的仪式呢，祈求呢风调雨顺，但是呢河水呢又不要泛滥成灾。好啦，多谢大家收睇《与你理财》的今日分享。